聊天室，不要闹好不好？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这几天呢，我在睡觉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想到我之前当空姐的时候，姐姐们啊，或是妹妹们跟我讲过非常多奇怪的话。大家还记得我有一支影片跟下体有关系？没错啊，就是那一支啊。哦哟，我又想起来，就是他们跟我讲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做空姐系列。今天我要跟大家讲3个我听到荒唐的 comment， 但是呢，我又不能说它是假的。第一点。 阿蔡，我这个运动好热哦，可以借我你绑头发的吗？来，这边，给你。大家都觉得说借这个发圈很自然啊，而且是不是非常多女生都会把这个发圈绑在手上？所以呢，我当空姐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我也就是会绑一个，因为随时随地可能到外站都会要用啊。好了，那一天我又在飞机上，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阿姐真的很会管事，她看我手上有这个，她说阿妹。 点又怎么了？他就说，你手上啊绑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常常会有烦恼？嗯，好像有一点点。那你是不是思绪常常杂乱？飞到国外的时候想说要买这个还是买那个，确实是有点杂乱，男友缺乏。那我心里想说，这姐在说啥？不要一天到晚都在说我呢。结果他就说，妹，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不能绑在手上，它会对你的运气非常不好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要开运的话，你就要把它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是不要绑在手上。我说为什么？他就说，你有听过古人说3000烦恼丝，就是说呢，我们的头发。 它就是那个丝，我们要把那个我们的烦恼绑起来。所以呢，如果你把烦恼戴在手上的话，这个是对你非常不好的。于是我听完，我想说，我就从今以后再也不把它戴在手上了。然后烦恼有变少吗？好像又有这么一点点的变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不过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如果你们懂这番道理，好像听起来很荒唐，但觉得好像又很有道理。 你们自己去试试看，然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讲有没有用。第2个，也是听起来荒唐，好像又没这么荒唐。空服员们很多很厉害的人，玄学啊、人生启示啊，都蛮丰富的。然后那一天刚好呢，我又是飞一个长班，他们就在聊，就是说啊，空姐一个月赚多少钱？ 空服员，尤其是在香港，空服员很多都是有副业的。他们的副业并不是说只是去打工啊，可能他的副业是他开了一间咖啡厅，做一些 app， 他就研发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去看说，你到哪一个地方买那种船票啊，然后要去哪里玩很便宜啊，哪一间餐厅最好吃啊，里面都会有，就是空姐秘籍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第2份工作是像我，就是。 打游戏嘛，然后大家就在讲说啊，你们有没有第2份工作啊？怎么样之类的。但之前我只能说，之前呢，其实我们的薪水是比现在高非常多的。之前以我的时薪来讲好了，我可能做7年嘛，那你的薪水会慢慢调整。所以呢，我当初是领1个小时可能有到200多，但现在听说呢，好像只剩下100多而已。那当时我们已经觉得很少了。在那边空服员，我们签约的时候，我们上一届台湾的空服员他们去签的时候，他们是永久的 housing。 也就是说，你在那边住就一辈子，不用付房租，就是公司会补贴你。那我们当时签的时候是只有我忘记7年还是8年了。所以大家想要在那边继续做，总是大家都希望可以多赚一点，就是会有另外一份工作。这时候姐姐就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女生哦，财库就在哪里？”没有啦，开玩笑的。我们女生的财库就在你的梳妆台，所以呢，你在你的床边。 一定要放一个梳妆台。当时像我现在，我这边本来是梳妆台，然后我就跟装潢说，我不想要，因为我想要把床放大一点。自从我想到这姐姐的话之后，她就说你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在你的床边摆一个小镜子，然后在你镜子旁边放一梳子。立马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就有一个镜子？镜子下面还有什么？梳子。好啊，你说真的假的？蔡，你这样子是乱宣传哎。那你们就看我这几年，你还是下一集我们来。 就是我们的薪水大公开，哇！他最有资格说你真的有在赚，你是什么时候放的？1、2年前，有没有？有，我这2年是不是很厉害？3、4、5倍在进账的有，对吧？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干，这姐姐一定是乱讲话啦，风水什么之类的。那天我想一想，因为说啊，既然讲了，反正不做白不做啊，我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案子一直来。 真的哎，你如果讲1、2年前的话，确实就在那时候，是不是？大家如果你们觉得非常困惑的话，我跟你讲，现在立马手刀去买一个镜子，然后跟我做一样的事情。过了一阵子，你还跟我讲说有没有什么改变？你不要再问我说啊，蔡你都怎么那个怎样怎样啊，蔡你都怎样怎样。那我今天就公开给大家知道啊，这都是我在飞机上学的东西哦。你有什么想法？我自己本身床旁边也有一个梳妆台，你看你也是不是越来越确实蛮衣食无缺的。 对不对，姐妹们，梳妆台梳起来了。今天这一集没有看的，赶快传给你各个姐妹们。好，第3个，这个呢跟开运比较偏无关，但是我听过最扯的那一天呢，也是一样，我在飞上，是我刚睡觉起来，就是刚出来，然后我就自己把自己用好啊，梳洗一番之后呢，然后我就进去之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妹妹，然后就站在那个厨房的角落啜泣。 然后我就想说干，我要上去问吗？因为毕竟我们都是飞一次，然后你搞不好下次也不会见到对方，就觉得好像是人家的私事。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飞就不好吧。然后之后呢，像姐姐啊，他们其他人就下来了嘛，我就用说，哎，姐，我说那边有人在，不知道好像很伤心还是怎么样，他就二话不说走过去，然后就问他，就是你怎么了？是客人欺负你还怎么样吗？他说，哦，没有，我没事，我必须要哭。 你就是要每天哭，你才能减肥。你们是不是觉得很荒唐？是不是觉得很荒唐？我这傻爆屁眼哦！所以你没有发生什么事吗？他说没有。我说嗯，哭可以减肥，你是听谁讲啊？他就说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然后我就听完了，我就超傻眼。他说呢，你哭呢，就是你会燃烧脂肪。 然后除此之外呢，你会代谢一些不好的这个 stress 压力，对，或怎么样，所以对减肥是非常好的。于是我觉得荒唐到不行，一下飞机马上就想说好上网去查，结果有多篇报道，你就打 crying can lose weight， 你就会发现非常多都在说我要找是不是假新闻还是怎样，结果没有哎，他有一篇讲说，尤其是在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候。 是最好的时机，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置信？然后重点呢，他还说你的哭是要来自你的 emotion， 就是你的情绪，而不是去切洋葱这种动作。反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没关系，你们可以自己去搜寻，你就都打英文。然后我有找到几个网站，它还有 reference， 谁说，然后还要去 support 这个论点，我就觉得这世界是不是疯了？不过没有关系，我并没有要实验，就是晚上7点到10点哭会不会真的瘦身？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就是在飞机上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接受到世界各国或者是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所碰到的事情，分享给你。你觉得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结果上去查，原来是我是个井底之蛙呀！呱呱呱！前面2个呢？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后面第3个呢，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就是好好的去运动就好了。但当然，我跟他讲这句话，他就会跟我说，那我可以一边运动，然后之后再哭啊，边哭边运动。我想说，好吧，既然你选择这样，那我也是选择尊重你啊。好啦，今天呢，这3个非常疯狂的论点，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去上网找看看。下次呢，再跟大家 share 更多有关空服员有趣的事情啊。记得喜欢的话。 按赞、分享、订阅、打开小铃铛，还有这边是我的 IG， 记得去 follow， 大家拜拜。